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视每日新闻》，我是黄佩涵，带您一起关心十月三十号的重点新闻。康瑞台风今天上午八点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气象署针对康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三百公里。专家评估，康瑞台风登陆台东的几率高，降雨影响最大的区域集中在东半部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恒春半岛。风雨最剧烈的时候，预计会是三十一日一整天。 康瑞台风即将袭台，台南市府要求相关局处及三十七区公所等持续落实相关防汛防台准备工作。而高雄则因为山土而受创严重，高雄市府动员人力疏枝、固定支架，也派人巡查工地以及大楼，提醒做好帆布固定、工地塔式吊车等相关防护，特别提醒民众别把车停在路树下或是附近。 中国籍货轮“豫州启航号”昨天驶离基隆港，航行到野柳外海的时候，遭遇强劲风浪，运转能力受到影响而滞留现场海域。船长晚间决定弃船后，还巡署基于人道精神，冒着恶劣海象展开救援行动，最后成功将船上十七人接驳回基隆港。不过，仍在野柳外海的“豫州启航”何时能被拖回，得看海象状况。 为了推广云端发票，财政部国税局特别举办抽奖活动，最大奖送现金十万元，还有最新的苹果笔电、手机、平板等。不过中奖名单很吊诡，竟有四人重复得奖，遭外界质疑抽奖的公平性。立委更质疑财政部作假，讽刺重复中奖率之高可以申请经氏纪录。不过财政部否认造假，已经请台北国税局进行调查。 西班牙南部与东部因为暴雨导致山洪爆发，道路被淹，高铁停驶，还有车辆被冲到大马路上，并且有人不幸罹难。目前还有七人失踪。西班牙总理桑杰斯要民众高度警戒，必要时得赶紧撤离。以上由公视新闻制作，谢谢您的收听。